搬家。我现在住的地方离公司有点远，每天上下班的时间就要两个小时，所以我决定搬家。我找了一个离公司近的地方，这周六就搬。我的东西很少，我觉得一个小时就能搬好了。 该你了。搬家。我现在住的地方离公司有点远，每天上下班的时间就要两个小时，所以我决定搬家。 我找了一个离公司近的地方，这周六就搬。我的东西很少，我觉得一个小时就能搬好了。 搬家。我现在住的地方离公司有点远，每天上下班的时间就要两个小时，所以我决定搬家。我找了一个离公司近的地方，这周六就搬。我的东西很少，我觉得一个小时就能搬好了。该你了。 搬家。我现在住的地方离公司有点远，每天上下班的时间就要两个小时，所以我决定搬家。 我找了一个离公司近的地方，这周六就搬。我的东西很少，我觉得一个小时就能搬好了。 我爱我家。我家有五口人：奶奶、爸爸、妈妈、姐姐和我。爷爷去年去世了，奶奶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。我爸爸是修车的，妈妈是个裁缝，我姐姐在炸鸡店打工。 我现在还在读书。尽管我家不富裕，可是我家很温暖。该你了。我爱我家。我家有五口人：奶奶、爸爸、妈妈、姐姐和我。 爷爷去年去世了，奶奶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。我爸爸是修车的，妈妈是个裁缝。 我姐姐在炸鸡店打工。我现在还在读书。尽管我家不富裕，可是我家很温暖。 我爱我家。我家有五口人：奶奶、爸爸、妈妈、姐姐和我。爷爷去年去世了，奶奶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。我爸爸是修车的，妈妈是个裁缝，我姐姐在炸鸡店打工。我现在还在读书。 尽管我家不富裕，可是我家很温暖。该你了。我爱我家。我家有五口人：奶奶、爸爸、妈妈、姐姐和我。 爷爷去年去世了，奶奶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。我爸爸是修车的，妈妈是个裁缝。 我姐姐在炸鸡店打工。我现在还在读书。尽管我家不富裕，可是我家很温暖。 百货商场最近新开了一家百货商场，一楼卖鞋和化妆品，二楼卖女装和童装，三楼卖男装和家具，四楼是餐厅和咖啡厅，五楼是电影院。这是个约会的好地方。 该你了。百货商场最近新开了一家百货商场，一楼卖鞋和化妆品，二楼卖女装和童装。 三楼卖男装和家具，四楼是餐厅和咖啡厅，五楼是电影院。这是个约会的好地方。 百货商场最近新开了一家百货商场，一楼卖鞋和化妆品，二楼卖女装和童装，三楼卖男装和家具，四楼是餐厅和咖啡厅，五楼是电影院。这是个约会的好地方，该你了。 百货商场最近新开了一家百货商场，一楼卖鞋和化妆品，二楼卖女装和童装。 三楼卖男装和家具，四楼是餐厅和咖啡厅，五楼是电影院。这是个约会的好地方。 自行车。我最近在学骑自行车。哥哥和我吃完晚饭会到广场上练习。我骑的时候，哥哥在后面扶着我。这样练习几次后，我终于会骑了。我在广场上骑了一圈又一圈。 真有意思，该你了。自行车，我最近在学骑自行车。哥哥和我吃完晚饭会到广场上练习。 我骑的时候，哥哥在后面扶着我。这样练习几次后，我终于会骑了。我在广场上骑了一圈又一圈。 真有意思。自行车。我最近在学骑自行车。哥哥和我吃完晚饭会到广场上练习。我骑的时候，哥哥在后面扶着我。这样练习几次后，我终于会骑了。 我在广场上骑了一圈又一圈，真有意思。该你了，自行车。我最近在学骑自行车。哥哥和我吃完晚饭会到广场上练习。 我骑的时候，哥哥在后面扶着我。这样练习几次后，我终于会骑了。我在广场上骑了一圈又一圈。 真有意思。 温度。人的正常体温大概是三十六度到三十七度，狗的体温大概是三十八度到三十九度。一百度的水会沸腾，零度以下水会结冰。十八度到二十三度是人类觉得最舒适的温度。 该你了。温度，人的正常体温大概是三十六度到三十七度，狗的体温大概是三十八度到三十九度。 一百度的水会沸腾，零度以下水会结冰，十八度到二十三度是人类觉得最舒适的温度。 温度。人的正常体温大概是三十六度到三十七度，狗的体温大概是三十八度到三十九度。一百度的水会沸腾，零度以下水会结冰。十八度到二十三度是人类觉得最舒适的温度。该你了。 温度。人的正常体温大概是三十六度到三十七度，狗的体温大概是三十八度到三十九度。 一百度的水会沸腾，零度以下水会结冰，十八度到二十三度是人类觉得最舒适的温度。 温度。人的正常体温大概是三十六度到三十七度，狗的体温大概是三十八度到三十九度。 一百度的水会沸腾，零度以下水会结冰，十八度到二十三度是人类觉得最舒适的温度。 该你了。